谢谢谢谢疯狂野人，送你灯牌。我手机搁谁拿去了？让妈查那快递到了呗，到了晚上就忘记拉。我还没查快递，送我银子哥，我还没查，我老忙了干我的活去了。妈啥时候过来？谁？我。你咋想出来？我这儿开始不治谁吧？嗯。晚上就有空气。最后我下水就去跟那儿抽的，晚上就一家伙就冻满了，有点空气。让空气，只要你管里面有空气，跟哪儿都去不了水。手机咋来这么哥？你也不吃饭？不吃饭，下午看东西都不让吃，桃子不让削，包子不让看。晚上吃干了饭也不给你吃。嗯？我这两下子都能成，难得再多走路。你早事儿。咱俩吃饭有没有长肉？快递我还没接到电话。我还没接到电话，晚上叫媳妇把手机带了，到网上去看，找一下嘛。这是啥味儿？早饭吃完了，这啥味儿？这一碗就都饱了。我饱死了。谁饱死了？不是包子我吃了吗？大葱都三个包子，这桌剩下三个包子，我妈放冰箱吃了。你咋了？妈饿死了。我就我吃了嘞，饿死了，饿过了头。吃的啥菜啊？上午吃的是鸡蛋，青椒炒鸡蛋，青椒炒鸡蛋和洋葱。我被我跟二两快点逗完了，他们上午饭都吃的完，现在都不吃饭，都跑了完了。哎呀，小果来了，小果。像我这儿，我来点赞点赞，超过，点够一万赞。现在蔬菜长厉害啊！俺家菜都才种上，都才去芽。金妈开门，你咋都不金妈开门了？俺家还有，晚上得把
晚上得把空菜好好浇点水，好明儿还好好吃点空菜，空菜、韭菜。我靠，这两天天的天的天的倒还得抽水。洗了吗？都没啥菜，菜园都没啥菜，我种了好多，种了菜苔、大黄鳖、萝卜，那小黄鳖，还有一个啥菜啊？我记得，还种一个啥菜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哦，黄瓜，我的黄瓜开打架的了，马上黄瓜又能吃了，再有半个月估计能吃黄瓜了。晚上门主黄瓜酱发过来，黄瓜得打架。拿着我筷子。这活不能都指望我，指望我都忙不过来。黄瓜得上肥料，黄瓜不够肥。我这晚黄瓜风清，淡水清烟。我这晚黄瓜、秋黄瓜。疯狂野人来了多长时间了？等你来了。没有啊，都是的，我今天晚上就查，我没接到电话，而且发信息了，给他去了。黄瓜，葫芦放娃嘛，这球放娃没好大。黄瓜早下去了，球放娃，球放娃也拉了。但是黄瓜可以接两茬子啊，可以做两季啊。这又才下了籽子，又下去半个月了。葫芦俺咋个这两年咋都不爱吃葫芦了？小时候不爱吃葫芦的，长大了不爱吃葫芦了。我爱吃冬瓜，不爱吃葫芦。对俺那小冬瓜儿，这抽儿没法成。那这玉米呢？早就出来了。女儿啊，我还没学，我脸冒汗。女儿坐那看电视，好劲把风扇给插上了。你看，这比较隔，比较接还通用。虽然忘了在看电视，但是他里边听到俺们说话。老李子会心疼人的，老李子。嗯，葫芦焖肉啊，葫芦焖鸡，葫芦焖肉，都是的。葫芦炒了吃也可以啊，葫芦糊子。给我吃啊，老李子。哦，不是给我吃啊。啊，我再给你捞一个。我都想吃你这大哥。冬瓜啊，有时候吃点嘛冬瓜啊，尝了也还可以。韭菜多，放放，我都想跟你那咬一口，我这个不要，都想跟你那咬一口。放我那。放那。给我放我那。我帮他拌一下。这样。嗯，你今天播的啊？我想吃火腿。六点五十。多少？11:50。11:50啊！我靠！那不有一个小时了吗？1个小时了，有1万赞了。嗯。我赚钱了。我们超市这玉米9.99呢。妈，吃完了没？快了，我跟爸爸分。我咬一口。9.99，我今个买了10根回去啊。俺家人多，基本上一人一根。这一根的话，好像有1斤多。你吃哪一根？我吃顶多，多了。多有多吃。我憋两个吃上了。还挺嫩的。黄色。多梅。我记得5天前哈。5天前我去买的玉米5块钱，山上有野菜呗，不知道。我之前去买的时候是5块钱3根，然后今天去的时候是9.99。然后那个哈密瓜啊，哈密瓜的话我没在俺们那边网上买，俺们河北街上有，25块钱5个，一个有两哎。5个多钟啊！谢谢淡水青烟送的信。三个太热了。一个大概有3-4斤吧，反正比多梅稍微划算一点。还有那个桃子，那叫什么红软不了沙沙桃哎，
之前超市买五块多，俺们合肥才买三块。爸爸也吃吧。还有，一个供应商，什么秘鲁橘子，咱们这多没三块多，然后他说的，妈西亚卖16.8，你说给人不？城里面是不是到时候会开一个跟西亚差不多大的超市啊？没有，这飘芽啃这玉米也是好用，不但啃西瓜皂。我还学鸭子，鸭子毛没学完，我破了啊，破了了，把金脖子那儿毛先摘花吧。毛呀，等还在，俺们都学我这徐明啊，学我这鸭子还不小嘞，这鸭子都不小。嗯。两年了。嗯。还有个。那鹅能吃吧？你要鹅今年都到满到十月啊。鹅到冬天再吃，现在咋吃、啊？鹅到十月不都四年了？嗯。有不反蛋。不反蛋，还看门儿。啥天在那里个，把鸡看一只。我在飘牙照啊，老铁们，这啃这玉米也猛的很。这是甜玉米，这是水果玉米，哎呀，都饱了。这不是那种糯玉米。啊，我说这咋是？俺们在重庆吃的是糯玉米，又糯又甜，是吧？我也感觉糯玉米，你小姨最爱吃糯玉米了。我爱吃水果玉米，我爱吃粉。我感觉这还是可以吧。熟玉米啊，熟的熟，俺西红柿是生的啊，才煮出来。你还吃不？我还吃。我刚还有宝贝，我数了五个，还有五个，我一下子买10个。昨儿晚上吃天狗，今儿个又抽谁？天多了不好斗。这玉米不老，很嫩的，不要买嫩很的，嫩很的味道。做好了，好了，吃饱了。你坐这播会儿，我睡觉。我饭凉了，不要烦。好好好。玉米没味儿，豆没味儿，我都尝了不咋地，我不是他们咋拉哎？谁说的？这玉米带里面甜味儿了。我尝没啥味儿，不好吃。那天我下播了，我来睡一觉，早上起来早了。嗯，再见，谢谢你们陪伴。